可能是买方他背景实力非常好，说不定你在电视上没有看过他。警方公布嫌犯与被害人对话以及面谈画面，表示由卓姓黑帮男子所组成的诈骗集团，2019年开始便由集团成员与持有灵骨塔位的长者洽谈高价收购，再以缴交手续费、完税证明等名目，向被害人收取高额现金，收款后却失联，造成不少银发族富商血本无归。是范前他成立人头公司，然后招募年轻的男女当业务。然后当业务之后，他会找寻被害人，那被害人名下本身已经有殡葬的产品，那集团这边会要求他们再加购其他殡葬产品，啊，顺利啊，让买家来买。但这个买家其实也是集团里面来担任的，那这些集团成员也会办买家直接跟被害人来联系，以取得被害人的联络。那等到被害人把金钱砸下去，另外再购买高额的殡葬产品之后，那范前这边就随即各种借口，哦，因为那个买家不愿意买了，就失联。刑事局侦二大队会同台北市警察局等单位，经过多月跟监埋伏后，到嫌犯公司执行搜索，现场查扣作案用工具机、灵骨塔投资诈欺教战手册以及客户资料、提货券等物证，并拘捕13名嫌犯到案，全案依加重诈欺、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